大家好，我是松木子，我是何文俊，我是李飞，我们是三狗三狗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咱们家祖传的大狗棒，什么大狗棒？起来，起来。就工作时间什么都行，但是早起。因为时间很紧张嘛，然后呢工作量也挺大的，然后我们的自己的压力也挺大，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给大家呈现出来，就是更好的一些作品。东南亚按摩师。今年这个本儿对我的挑战，反正还是挺大的，那个造型每次都要弄两个多小时。福建人可能征服外太空为一个基地，然后发散的这个本子。一个福州人比较常说的见面打招呼的那种寒暄的，说的这个干啥呢？这个挺哑巴的意思，就其实这个是很搭档。哑巴！我们现在们今天好逗哦。今年这个作品也隐藏了很多咱们不是隐藏了，就明面上就有很多咱福建当地的一些个元素。你骗谁呢？那门口这家沙县是怎么回事？依然还会用沙县的这样蒸饺的元素在里边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004。对不起，大意了。坐，这边对老板有什么要求的？那我简单说两点呢。一开始做编导，后来就当演员了。为啥呢？那个时候我觉得演员很难沟通。然后我也想当，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难沟通的人。